有朋友呢就 send message 同我讲啦，就话好想同你食饭啊 ，You are so talented。呢一句咧就讲咗 You are so talented。嗱，咁首先咧，好多谢有啲朋友啦，会想同我去倾偈啦，去食饭啦，做朋友啦，咁都好多谢大家对我嘅信任嘅。第二样嘢咧就系、是，如果你想赞一个人系好有好叻啦吓，你想赞嗰个人好有料啦，你应该话 You are so talented。Talented 就一个 adjective。咁咧，其实咧喺英文里面咧，最容易暴露到我哋真正嘅英文水平咧，就系、是、搞乱呢啲词性 parts of speech。例如，本身原来系要用 adjective 去形容人或者形容物件嘅，但系你就用咗一个 noun。例如 talented 就讲咗 talent。如果你英文都有呢啲问题，想去改正嘅话咧，不妨去 DM 我哋啊，我哋有一啲入门嘅课程可以帮到你噶。第二样嘢就系、是，如果你系已经入咗我哋嘅课程啦，已经系上紧啦，有机会咧，你都系试咗一个对你嚟讲太深嘅课程，其实你应该系要 downgrade 去学翻一啲浅啲嘅课程都唔出奇嘅。咁我哋会喺课程里面提你噶，咁记住要留意啦，要听一下我哋嘅 advice 啊，唔好盲目去拣一啲唔适合自己嘅英文课程啦。